你要去面对真实的无限，无限。你面对的是无限，你就会被拔救出来。啊，这个上帝真正是无限的上帝，真正是无限上帝。啊，要去打落找上帝，干阿姐，你讲我今物做痛苦的，上帝，你唔得好来，好我出来小度一下。要去打落找上帝。好，圣经、教会、圣经，是啊，好，咱有最最最最上帝呐，无所不在，咱有最最的可能性，会当甲上帝小度。我有一届经验，我足痛苦，足痛苦，足痛苦的，这礼拜是受不了了，就站起来，然后就怎么样，走出去吼。因为迄个礼拜，迄个教会迄阵2000年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迄个教会咧赶牧师，不是咱长老会啦，啊，咧赶牧师吼。哎，各兄弟，啊，咱长老会诶会友嘛，对无？啊，要赶牧师，这款代志，敢有介奇怪？不是嘛？你看对无？吼，啊，这小事情啦，吼，啊，啥我遐痛苦？因为迄个教会，因无长老，因干那技术，迄个教会技术吼，迄个技术都用这卑鄙的手段在赶牧师啦，安那卑鄙，我讲给你听。因嘛知影啦，要让牧师离开，得全部的会员拢要通过吼。啊，因知影无法度，因知影会员听牧师，啊，因这技术无爱这个牧师，所以用一招哦，哪一招？比如说，我现在12月31号牧师的任期啊呐。到啊吼，因无处理，即马就拖到1月1号，讲安那？啊，即马陈牧师的任期已经过啊，伊即马毋是咱的牧师啊。有处理无？无处理，无开会吼，啊，就等伊安那？过期无效，安尼知无？过期啊吼，过期无效哈。安尼，就请牧师安那离开。有鼻涕无？啊！这起，起个吼，我一日啊，起个要死啊！我去咪因个技术会内面，甲伊骂啊，骂！你知我做个冤家嘛？对无？啊，都无半个人会当比讲过我嘛？啊，骂！骂到有诶一挂年岁较大，拢安尼，气死吼！好，无人会当骂过我，安尼有法度救迄个牧师无？嘛是无法度，吼、哦，所以有一天咧做礼拜，吼、哦，伫顶面伫祈祷迄个，就是作歹的人，就是这个事件惹头的人，哇，伊咧祈祷安那，哇、哦，这水的祈祷，哇，上帝哇，其他我伫下愈听啦，愈气啊，我挡袂掉，起来，我爱跟恁做礼拜啊，我怎啊？我就出去，所以即摆我拢做了解，吼，兄弟，你若安尼，忽然间徛起来，我做礼拜，我拢了解啥物因。我无紧，我心内拢会当体谅，吼，会当体会，吼。好，我就行出去。哎，我行出去了，我伫想讲，哎，我阁唔慢吼，做礼拜时间，就忽然中行出去呢。啊，即摆行要对，啊，煞唔知要对啊，无咧平素口是无？啊，唔知边啊对，我就四界踅，啊，踅到一个书房卖册的所在，叫唐山吼，诶、哦，地下室，拢卖一挂怪册啦，吼、哦，哲学、啥物文学一挂搞怪册。我底下面，那个一般的基督徒都认为那种书店是那种异端、无好的册吼。好，伫内面啊，试看看啊，这心内这物准的吼，这物准吼，物准你在啥物所？我做规个心啊啦，这痛苦的。啊，就四界看，四界看，看册啊，看一本册，叫做小说的艺术啊。重点是迄个人的作者的名字啦，哈，米兰昆德拉，哈、啊，知影这人上无？以这五名来册，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，对吧？哦，好啊，五名的人我就给他掀起来，啊，看到一句话，讲。人哪舒克，人一思考，上帝就笑。好、哦，犹太人的谚语了哈。那五哥，我有很多的解释，可是当下我在看到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个循环，
就是讲吼，人拢掠做家己安那，做搞做该做搞舒克嘛，对哇？啊，即马人伫想的时阵吼，上帝就安那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安尼知意思无？好，我就想着我，陈思豪，你拢掠做你是安那？真搞处理问题，替人讲话，行侠仗义安那，路见不平安那，拔刀相助，唔介搞吼。啊！大家我若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安那，哦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忽然间，我哥兄弟，忽然间，我的心中安那，从开呀、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才懂什么叫做开心。你们有没有听过开心？主事长讲开心，开心。我那一天第一天怎么样？开心。我本来的心是安那，我准好。我总好你讲，啊，开心！我拿灵恩派，我就跟你讲啊，被圣灵充满，哇啊，哦，这爽快啊！我从这上面决定，你知无？我从回去做礼拜。哎，各位兄弟，在迄个时刻，我要跟你讲，我拄到上帝，我跟上帝相拄，所以我的痛苦怎安那，去让上帝救出来。啊，毋过真讽刺的所在，我伫底拄到上帝，我是因为行出去礼拜堂，啊，入去一个正人认为无好的册店，去现着一本毋是圣经的册，那个是犹太人吼，米兰困难是犹太人吼，啊，煞去拄到上帝，你有没有觉得很讽刺？无。拄拄啊好，伫地脚会去拄到上帝。当咱的心、咱的目睭、咱的耳孔较灵敏的，伫上帝稳定下面，咱就拄会到。哦，今日的讲到这煞，因为经文干那安尼尔。哦，所以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约伯记伊在对付的，就是神议论，就是咱千万唔通掠做，咱会当了解世间所有的代志。所以上帝，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，我就安那，我就听有。各兄弟，听无啦，听无啦。所以不是安尼解决咱的痛苦的，不是这样来解决我们的痛苦的。好，唔忙，咱拢甲上跟约伯同款，拢会伫上帝面头前，甲上帝相拄的时阵，咱拢会讲，但我厌恶家己，我家己厌恶，但当心来祈祷。这些的杯，这是你满。